这平均一年会百五啦，啊，而且计啦，一年百五就是三百、三年、三百、四年，你差不多五年、三百年，啊，你四年、三百，你五年，你们三十多，当然，是啊，对啊，三百啦，两百了，你今年最好一年就一年最好捧出这个了嘛，两百了，过期啊嘞，到期之前嘛，到期你就好了。一来再一来能挂了，能挂过了，能挂了，两百块能挂哦。应该好样子，应该算是随便啊，现在起的，现在起的应该就管了。啊，买贵机啊，啊贵几万了喂，不是出来讲。然后还可以那个。也可以那个原住民墙哦，告诉你们哦，哦，老师在讲，你们都没有在听的啦。那个宝丽达要怎么喝？宝丽达不是怕什么沙沙呀，好不好？宝丽达就是要配我们原住民的小米酒啦。拜我的，拜我，你不要讲。都五六个，哦，嘉玲，你也要学他们加入咸吃俱乐部吗？这一样好吗？还会能包吧？能包好这几袋，能袋三袋，这真空对我好。谢谢啊。三袋四袋，四袋那种才能包。德丰，你说对了，我去花莲跟台东之后，他们丰年祭都是这样子喝。我去参加丰年祭，就是那个宝丽达配小米酒。今天这个比较喘，一零要来一点点吗？刚刚海爸跟我讲，只有休礼拜五而已，所以明天嘉义有，礼拜五没有而已，六日都有。什么叫做义友？明天嘉义有直播。明天嘉义有直播。两百了，给我呀，两百块，八红。
对，六日都有。有海爸刚刚跟我讲的，六日都有。听听我去丰年祭的故事吗？叫做什么是清醒都不知道。200块来，你放放。把六天下来。明天我哥会帮我直播。包货两包来，也能包完。因为明天要下高雄。包货来，包来。包货来，包六来。结果呢？包货是200块，不能卖钱来不？告诉你哦，我去丰年祭的时候，然后坐火车去嘛，台东火车站出来的，那就同学的哥哥来载我们。那同学哥哥来载我们呢，啊，我们上车了，我们以为直接到部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直接到部落。他们说，那个哥哥说，等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一下，这样，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一下啦。对啦，好，他就去了。然后到达第一站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哥哥就怎么说？哎，下来认识一下啊，跟我们部落的人认识一下啦。然后就下去了。不下去还好，一下去先来啤酒半箱，这是第一站的。然后接下来的六站都差不多这样子。所以等我到第八站的时候才到他们部落，我已经是用爬的进去他们部落了。这地黑啊，能挂好了没？能挂了，再能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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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挂。哎，是谁来？不一样哎，你叫不一样，你自己捡两包了。你早你自己也卖，你也卖，你也卖过吧？你来。我好知道，那我贵千哦，你不能讲。我哥我不知道哎。我娃娃娃打电话给我哥啊，没人签了海龙王在家里喝完酒就出不来了啦，不能开车。那少爷去大个公庙，去大个啦。这个家这我这边台票才百二块啊，真系。这百二两块钱是稍微差了，真系。都卖几两了啦，我赚两块。400了，哪个？300了。是谁想开的？平常生意四家拢卖300块，300块300块，想不要我那贵两块。是有人想拍的，还是想进去的？I'm sorry.
通什么通？人家很清楚，听不清，听不懂哎。学一下绿茶婊，你们还记得那个水塘那个绿茶婊那个表现吗？在这个频道聊天算未成年而已哦。好，帮你们特写。这样特写可以吗？皮肤不错哈，19岁。旁边那个阿伯的肚子需要特写一下吗？
Bye.
来，猫就是来家，猫来，一百零八，猫来，五百零八，五百猫来，五百猫来，猫的，你猫就是在后来，五百来，五百来，五百来，你不要啦，你不要再叫啦，你不要再叫，再换一条，你不要再换一条啦，你再叫我豆干粉，哎，炒蛋黄再豆干粉来，你不要再炒蛋黄，再豆干粉，你可以，哎不，你不要再叫啦，你不要再弄了，你再换一条啦，再叫我叫便宜哦，再叫我叫便宜哦，你叫什么成包？哎不，什么钱？你们干什么？三百六，三百六。今天通通十九岁，不准喝超过二十岁。超过二十岁的通通抓去阿鲁巴。你看，包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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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